经本，科会第四十七面，四十七面，卦经结果第二十二，这篇经文、啊、对揭露世界。 以整庄严做一个总结。这阵将纪录世界，甲咱做一个介绍，到这边就过一个段落。 下面呢，会不会跟人讲十方祝福，对极乐世界的赞叹，也都是向阿弥陀佛致敬。这个意思难爱白啦，十方一切祝福向弥陀致敬。 这个动作呢，实际上拢是表演，互咱看诶，希望咱听到、看到，对阿弥陀佛，对这个世界升起勇猛之心。决定在一生当中。 有王盛也为哥在康家这一生，用意呀、啊，地这地，啊、人来怎样？生到西方，给了世界的人，地进入世界生活，学习。 以及到一个他方世界去参学，即个众方呢，时阵拢会伫即个经典内面，甲咱介绍。现在请看经文，福出阿难。 彼何国土无有昏暗？黑光日月，清耀昼夜之上；亦无水月劫数之名，复无自调佳谢。如一切处既无飘谢冰河。 亦无诸邪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这段经文有三小段啊，这可会来变动改伊啊？表示出来了，但是咱啊伫只得看到，叫做世界，甲咱这个世界无共款呐。 咱这个世界有理事，有暗时，西方叫做世界是一片光明啊，伊无暗时啊，迄、那个世界无黑暗，就是讲你住诶即个厝内面。 这个厝内面绝对无灯光啊！你在外面也看袂到日月，日月星升啊，拢看不到。啊，到底伊是不是日月呢？古代的甲人讲呀，日月应当是存在，应当是有啊。 呀、嗯，有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叫、就、做、是、世界人啊，嗯，那讲这个阿弥陀佛弘光啊，每一个人都会弘光，每次终不竭都弘光啊，这个光明啊，将离的光明温白了啊，所以虽然有离垢看不到，就请求咱立誓啊。 看袂到天星，其实你是啊天顶下即个星啊，甲暗时啊是共款多。为什么你是看袂到？日头太光了，即、这、星个光啊看袂到了。咱啊了解即个道理，即、这个经内底意思，你就会明了了。啊，佛菩萨啊，咱本性放光，所有一切万物拢会放光。 所以，日月光明啊，显示不出来。经常常讲的，风光超过日月光明，真正这一点啊，就无计了。西方叫做世界因为无日压。啊那、啊、这边的时间啊，是对日呀来变化而产生嘅。 啊，是最凶是无时间呢、啊。西方叫做世界无利益。所以迄个世间啊，无时间，也无年月历史，即个拢伫叫做世界拢是无。叫做世界啊无良修啊。 啊，人知影，红尘到西方世界，拢是化生去啊！你咧啊，这四种形态，就是讲互调之间有太乱石化，最高级别啊是化生，化生无苦啊！ 海乱习性拢有苦，有苦就有结阴之眉啊！西方世界无结阴之眉呀，无苦化生的呀。伊大环境是福报太大咯，这个福报拢是在为，毋是家己收诶。 是阿弥陀佛四十八万微信的加持，唔过咱阿要细心去探究，去甲观察，几多微信加持，也使公司咱家居嘅服务。 为什么呢？你呀、啊，加持会当求生净土，你才当享遮尔都的福报啊！你若无想要往生啊，那、啊、这个福报，呃，虽然阿弥陀佛想欲甲你啊加持，也加袂到啊。啊，所以咱对这个世界，临信、临愿、临求生净土。 即个都是你家己诶大智慧、大福报啊！无真实诶智慧，真正大福报，叫落世界是未当去啊！啊，为甚未当去咧？一般人常讲，你有业障啊！业障就是讲你无愿意去啊，即个是最大的业障啊！你对于叫落世界知影，诶、呃，无讲真多。 了解也无讲真够透彻，所以经唔呐讲爱念爱听啊，经内面的意思真深真宽啊，真侪初学的同学无办法深解义处啊，啊，你较接听。 慢慢啊，就会明白了。啊，你的心愿啊，就真实了。啊，现在一般人讲的心愿，正是古代所说的所讲的露水夺心啊。啊，露水应该你有看过？透早草包顶没有露水，你偷出来，这就无了，叫露水夺心啊。 就讲是你这个道心无经过，真啊容易丧失。变化太大了。到什么时阵你家己感觉讲，你确确实实有精神，有七愿，也、啊、一定你啊对这经典、对啊这法门有啊相当深厚的理解。 啊！你家己会体会着讲啊，到现在性关是啊，真实诶较早诶性关系是靠不住诶。现在性关是真实诶，未过再改变咯。真正会将誓言复言，说出世间一切话，拢总拢甲放下。 一心一意，只求净土啊！有一寡同学，一日讲起来，业障也是真大。什么业障呢？叫道门 这话已放下了，已求合法啊！希望伫宗教内面给办一寡古代著讲诶，啊，希望,在来给的说希望做同家啊，同家著是八万呐、啊，四千法门，逐项得拢通。希望做者同家啊，无希望八万四千法门，只知影一个法门。

再如果唔对呢，对也我一定做唔到。哪里也袂当通，你一门都做唔到，就你错咯。通家队都会来的通家队一门亲入来啊！你明了，爱亲家明了。 我哋经常讲了法门平等，无有够下。你若了解佛即句话意思，法门真正是平等的，都、就是念即句名号啊，名号啊，只有四字啊，阿弥陀佛啦、啊。 这是一切法门来对啊，上解简单呢。就连这句阿弥陀佛，其他什么都拢不知影。当时你念嘛、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啦，你就通了。只要你啊，静着一心，静着一心。 教义通啦，嘿，就毋是这部经啊，甲这部经有关联的，你全部拢通咯。你再继续念，念到离心不乱，诶，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拢通了。为什么呢？ 你一心不如啊，是见性啊。说出世间话，拢是自性诶德用。你啊，既然看到心性咯，心性啊，所言之话，哪有讲未通的道理呢？说出世间话，没有啊，全部拢通啦。由此知影。 你真正要希望做大通家、啊，祝福如来是大通家，发心菩萨是大通家。你问因公是安怎修诶，拢是对一门深入修成功呀、啊。 无听到啊！你有听讲华严经上，现在当主五十三参，讲下多门啊！迄、那个是安怎讲法呢？你若问我这句话，我甲你讲啊，你恶搞啊，粗心大意啊！ 搭载文中啊！现在当主在文殊菩萨会下一门亲的吧？伊啊，念佛念到离心不乱啊。啊，离心不乱，就是代替代我明心见性啊！明心见性以后啊！ 这什么能通咯？这个汤呢？伊啊，用参核来做实验，给咱做一个模样。伊是不是要去研究呢？恁在五十三餐内面有看到？现在当主。 啊，多一个上一识，学、OK、记咧，只是去访问啦、啊，无介意学啊。那也讲无需要学咧，伊已经通咯，所以一问一答，那是做证明啊。 所以六根接触了顶境界，就亲像慧能大师所讲嘅，用智慧，未生烦恼啊！你看到伊见五祖，伊讲弟子心中上升智慧，现在啊就，都是啊上升智慧，未生烦恼。见是闻声。 六军接仗，六天境界，全部是自性诶体上德用。这都是五十三餐，所以五十三餐讲是在话，就是咱对早到暗接球 社会方方面面接触社会难入入少，这都是五十三餐吗、啊？五十三危险地穴代表社会各行各业难入入少，所以一人人得嘞参学，每天五十三餐增长智慧。 未呢？你啊，逐工甲现在共款，你是逐工生烦恼啊！啊，中国啊，谚语咧常常讲诶，地书都是烦恼多啊，心灵到处是非多啊。现在同事伊无烦恼，伊无是非，人伊是中智慧，成德行。 啊，这件大志永远是看你会晓，的，抑是未晓的。所以咱学佛爱会晓咧，这个会晓咧。下面，佮加几字，你的意思就佮较清楚。会晓甚物呢？会晓啊，转境界，伊会转境界啊。未向的啊，会未晓是未境界转啦、啊。 未境界转的人啊，可怜啊！你就会生烦恼咯，啊，你就生是非啊！会下赚境界的人生德行，生智慧啊！所以因大环境随心所欲啊。 啊，用咱现在话来讲呢，虽然呐、啊。心肝来，用什么款的住所呢？就啊，现什么款的住所一切法为心所现，为谢所变。是红色一改。 同机土、红边土也无转谢成地，只是得到密度微升加持啊！所以因大诶即个环境，生活环境有变化，就亲像蝴蝶经商甲咱介绍诶，咱头前有看过咯。 恁大诶，即个厝想大就大，想小伊就小；想要伫地面就是地面，想要伫空中伊就伫空中。迄、那个想就是啊，色啊色变啊，那讲是伫石波中央土咧，啊就无即个现象了为什么呢石波中央土的人啊，绝对袂起心动念。 起心动念都无咯，哪里来的分别执着呢？这是咱下当常常会教的，所以因呐，所住诶厝无门牌号码，也因住诶即个多会啊，也无几落诶名。 这对咱来讲是真无方便呐、啊！伊到底住伫倒位啊？但是做你放心，去到西方叫做世界，就算是环线东基土啊，下平红星。 甚至讲遍地王星，只要生到这个世界，都会得到弥陀本愿啊，威神加持。虽然你烦恼不断，啊，你诶智慧、你诶神通、你诶道力，拢现前咯，你啊令一切人。 绝对袂去认毋着，虽然西方叫做世界的人面貌啊，完全共款。呀、啊，咱即个世界，若是讲相生的，有当时啊，即两个囡仔，都即是老大，倒都是老二，认袂出来啊。西方叫做世界的人面貌完全共款，你绝对袂认毋着，为什么？你有心痛啊！ 你毋但熟悉即、这个人，你认识的这个人过去生中伫倒一个世界，伊对倒个来，你都拢知影。过去即个人生生世世，你都拢知影。有小病通啊，有他心痛啊，啊，所以绝对于未去认着啊，即、這个阿弥陀佛，甲咱的家己心相安则共款。 即个世界叫做平等世界，咱今仔日画即个极乐世界图，总是将阿弥陀佛为较大一点了啊,为中啊，啊画在中央啊，啊人一般人为较小一点啊，为在边啊，其实啊，到极乐世界唔是安尼啊，喂，这是完全共款呢，叫平等世界啊，这啊，拢是啊，不需于境界啊。 这事故因是故伊为什么有即款书形的古谱呢？下面的这句就将这个音讲出来了，也无出下分别，这就是音啦。啊，咱这个世间为什么有这么多差别？都、就是讲你有处，你有下。 你有梦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分别执着啊，一切众生拢是无共款。呀，所以即个世间无一个人，甲另外一个人是完全共款的，完全平等的，这无啊。 离开梦想分别执着啊，就平定了。西方世界，梦想分别也有无。下面啊，两套方便套、动机套而诶，你这个烦恼习气无断。 确实也有啊，啊也有，为什么现出冰定的境界呢？啊，都是去到迄个世界，虽然你有啊贪嗔痴慢这个念头，外面那无贪嗔痴慢的这个啊，你未起作用啊。 比如讲，你贪财，西方极乐世界财宝啊，无量无边啊。你这点虽然是有，伊未搁起作用。咱这个世间人，从啊五金看个真重啊，这是不啊？西方世界。 黄金是咧铺马路呀、啊，恁是不是愿意讲去马路顶将个水泥提一干来，藏下厝内去藏起来咧？无即款代志啊，太侪了！即、這个世界上人贪图珠宝啊，啊，真简单啊！ 西方叫做世界珠宝是建筑材料啊，人迄边咧起厝拢用这物件来做建筑材料啊，都是太侪咯，贪心无咯。所有一切物质修养啊，拢是啊，无尽啊，无量啊，无边、啊。 一切不知随心所现，所以西方叫做世界是真正好。人生活在迄边啊，真正是轻松啊，无拖腿啊。为甚物呢？你的衫无需要第二名也无需要做真侪衫穿的所在，忝死咯。 啊！你想要穿什么款衫？即、這个衫就伫你的身躯里哦，就是变化伫你的身躯里，旧的就无去咯，你看这偌自在，旧的免摕去洗，毋免去找一个诶房间啊来储藏，无需要，无咯。所以啊，到每一个人因到去呢，啊，这个厝啊，清清气气，一尘不染啊，什么都拢无，扛扛垮垮，人客呢来咯。 来一的人有一对衣啊，人走了衣啊就无了，嘿、欸、真奇怪呀、啊！招牌人去的时阵，想要用什么物件招牌？自自连连就现钱了，人去走去了，走去就全部拢无了，无需要休息吧、啊。 啊，咱即个世间，你个看富贵人、富豪的人，的人真多啊，西方叫做世界，即、這个钱还都拢无啊。所有一切啊，拢总是变化所作啊，随心所欲啊。即是什么呢？爱、会记力、无有初下分别，即、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 每后一句，这是句朴、微笑、清净、最上快乐，就甲经上所讲的唯有无量清净喜乐。 啊，这种生活环境大概已经是明了了。最重要的、啊、就是爱明了。 因果报应啊！你看卖，到极乐世界也离袂开这个定律。佛法内底有讲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庄严，也是未当离开因果的定律。 所以，说出世间，大圣大贤，无迄啰未重视因果，也因来生气，爱知影是伫个念头啊，念爱清净，念爱尊敬。 因静行就静，古就正先啊，先先故波就静；因仙故啊酒仙。现因坚故，是自行诶性质。 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这是本性内面本来无的，是妄念内面些物件，伊毋是真嘞。佛法内面讲，这个是作业。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，都是作业啊。 业、yep, 所变现出来，个部都是修法界，都是六道，都是三道。这是咱袂当讲唔知影。西方叫做世界，既然离初夏分别，啊，咱想看卖咱现前是唔是爱离初夏分别呢？ 啊！你若是未离，你啊，即、这个一生念佛往生，就无一定讲有把握咯。你若是会离，啊，你就非常诶有把握咯。过年会离咯，你想什么时阵走就什么时阵走。 咱啊，一般讲个，生死自在啊，想要走啊就走，想要住几年啊，也无代志啊，真正家己会当做主咯。现在袂当做主，都、就是你梦想啊，分别执着啊，无放下，取舍分别啊，放袂落。 到最后临终一念，临终最后一念，将取舍分别放下了，会用的，你往生了。头前啊，那有读过第十八愿内面讲的，人命终是一念十念拢会往生。诶，一念十念是啥物呢？是真正放下了，著、就是迄念嘛。 心肝内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身心,心世界、世出世法拢总放下了，你就决定得胜啊！但是啊，你要知影，平常若无用功，希望临终有即个侥幸啊，即、这个无挂了保险啊。诶、呃，较早李老师。 甲阮讲诶，伊讲临终一念嘛，十了往生，爱苦逼三个条件。伊讲你想看卖即三个条件，你将来临命中时敢会当得着咧。第一个条件是临终诶时阵，心智真清楚啊，一点啊都未迷糊。 伊讲你详细看卖，倒一个破平平当的人，临死的人，你甲看伊走的时阵的头脑有清楚啊，无清楚？临命终时啊，走的时阵啊，头脑也是清楚，一万人的当中啊，找无一个啊！这款代志太侥幸咯，咱干么有把握嘞？这是袂当唔知影呀、啊。 第二呢，就是讲，你冥中时头脑啊真清楚，一点啊袂迷惑，伊就爱啊，拄着善弟媳，善弟媳伫这时阵甲伊提醒，讲伊啊念佛啊求生净土啊，爱拄着这言。第三条件呢，伊听了后真正会当接受，一切放下，这才会当往生啊。 咱家想看卖，即、這个代志真正是无容易啊，真困难啊。知影、啊、真困难啊，即、這个代志现在都爱去做啊，毋通等到啊临命中诶时阵，哎是啊，非常诶侥幸，真正一万人诶当中啊，一个成功诶都无可能啊！ 一个记录拢无啊，所以做事大志更难。哎，趁身体也、啊、健康的时阵、哎，认真努力学习，学习难不啦、啊，无困难啊。 还是心愿也无困难呐、啊，真正困难的都为的咱就再放不下，这个物件太难了，这个放不下就是讲起严重的严重啊，将爱你这一生未当往生。 各看下面经文：六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六一生、六动生。该些诸净定之主，我定净无哦，妙多罗三庙三菩提。 即个艺术正深，大声爱注意经常的经文，要有选男子选女人，你爱注意迄个先例，然后就知影讲即个话啊，是毋是咧对咱讲嘅？ 啊！讲咱毋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即、這个经毋是对咱讲诶，伊是对善男子善女人讲诶。啊。即个仙啊，有一个标准诶。啊，我伫咧讲经内面啊，毋知影讲诶，讲过偌侪拜咯，也是都爱时时刻刻来。 黑气，正中法门诶，点击来面啦，讲现、啊、的标准，都、就是指这个正业三福。关无量寿经顶面讲诶，伊有三标准，第一个标准。 都是好养福苗，行书书中，自信不杀修十善业。我讲这个标准啊，都是的十善业都经。我一句会讲，十善业都经啊，咱也会当依教奉行。 诶，这就是即地所讲嘅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也拿将十善业都做够啊！嗯是讲你即个经理会晓念，你会晓背，你会晓讲，诶。是拢无路用，你爱做够才会用呀！啊，你真正做够咯，你啊，真正孝顺爸母。 你真正奉事师长啊，真正培养你啊，心怀善根，迄就是自心不杀啦、啊。准备将来啊，修戒啊。你无即个条件，你将来袂当修戒啊。所以第二学啊。 是建立伫第一号的基础上、啊。第一号是林天仙，一、这个仙男主、仙女林，即林天仙男主仙林、啊、仙女林啦。两虎闹，五行四方结了世界，是万圣同寄托。 若功果再提升一级咯，你会做到第二仙啊。第二故事，修持三归，故叫种戒不还为疑啊。这是啊，二升仙，升文言讲仙，你若一当功故就。 啊，你啊，从来往生是方便又妥，这个啊，大北嘅提升咯。呀，咱今仔有无？咱今仔咧第一个心，咱都拢无固啊。虽困难啊，真正是不容易啊。 第二幅里面修起三鬼。三鬼是格正经。你甲看干经里面留祖大师，甲一般人传授三鬼。伊诶世俗里面是鬼依甲鬼依经，鬼依经。 伊无讲几依佛、皈依法、几依僧。伊讲啊，几依各净净，然后甲伊解释：佛加法、正加正经正经，这是啊，甲咱解释的呀。我伫初学佛的时阵，是在讲。 我初下佛第一波所读的即个经都是《六祖坛经》。迄个时阵未当讲学佛，多多啊接触。我伫个朋友引导，大概时阵住伫朋友厝里，伊租房内底有一本即个《六祖坛经》签注定福本,、啊、本，也阁是线装本啦。我真爱即个线装本。 所以提出来看下看,看到是六祖大师发布《丹经》，哎，我就用了三天嘅时间，对头啊到尾，将这个经文注解拢看一遍，看甲真欢喜。到以后学佛的时阵，这个佛门内底的「传授三归，拢是讲归佛、归法、归经。六祖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我就有疑兴咯。 啊，有伊遐就想要深入去探讨，伊为什么安尼讲？咱现在这个时代，大概啊是一千三百年，将一千四百年。所以我想讲，古代的三规，拢是讲规规规 无讲觉正正诶，也伊为什要安尼讲？所以对这所在，咱就会体会到，伫啊迄个时代，大概三几啊，有真侪人就是误解，有形式啊，无实质。著、就是咱现在穿三几共款诶，只有形式无实质。 即个三鬼团体后有路用无？无路用啊！也毋是讲完全无路用，用处是甚物呢？阿拉亚舍来对谓一念二军啊，因为道种啊。你只是在阿拉亚舍内面啊，种一个三鬼诶种子。即、这个三鬼啊，伫你这一生当中啊，未起作用。 所以无实际的用处啊！只有伫阿莱亚些来对啊，种这个三规业经济啊，才咱来怎样？如果眼前你那是起作用呢，也了不起咯真正是无量功德咯。为什么呢？你那是顾照三规头前的实现业道，你完不完了？ 就拿像三站老共款，十千业都是第一站，三规是第二站，你到我第二站咯、哦，当然有第一站咯、哦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三规最重要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嘛，立不败啊。啊 这就是规昏啦，精理不暇，这就是规范啦；精理不念，就是规精啊。起心动念嘛、啊，拢甲甲正正相应，绝对袂对在没邪念内底，这是啊，三宝弟子啊。啊，恁想看卖十善业？ 首先是正，首先的反面是邪恶啊！邪恶是邪，是美邪念吗？啊，首先是格正正，就真明显摆在咧面前啊！这个基础，世界就容易咯。所以古就讲该不凡为，为疑。 啊！这个不怀危机，用现在话来讲，就是讲你起心动念，言武做作,作，拢甲社会大众做上好的榜样。昨昏，我对古锦登来。 原本所定的，阮对今仔日起有四天的聚会，然后再去一年去参合。啊，一个无想着讲，印尼政府今仔日有来四位官员邀请我。 希望我参加因十八号举行的这个多元文化中心落成典礼。这个中心就是印尼有六个宗教啊，因宗教啊，一个团结。 联合的斗阵来办公嘅一个活动嘅场所，印尼政府企业啊，伊非常重视，宗教部长，呃、啊，真希望讲我下当去参加这个活动，这个活动是十八号早起，所以今仔日来找我，我明仔载就爱去咯。 后日早起参加即活动，实在讲啊，非常诶稀有难得啊！因个宗教下当啊团结新加坡起步做较比因较早，但是新加坡即个教会宗教无一个活动中心。 也无想到供应国家大兴做了，真正难得了。所以是部长啊，真正诚恳的来邀请，我今仔日甲答应了。即摆咧，因为印尼总统临时有代志啊，去访问伊朗去了。 所以啊，我伫印尼会加多大几工啊，等伊返来啊，阮也有一个约会，啊，伫这个几工嘅当中，因诶，这个宗教部甲我安排去访问各个宗教，这是啊真正好诶一件代志。那那、啊、希望世界上宗教团结。 作军团结，真正化解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。世出世间，无论是什么款的事业，拢是建立在安定和平的基础上。哪讲是社会动乱，世界未和平啊！什么代志啊，拢未当建立。所以啊，这是一项好代志啊！ 哇！去那边咧，去跟因大家来讲一下啊！阮会来交换一寡意见。啊，这几年来，咱啊所做的一寡经验，会当提供予伊来去做参考。尤其是这摆，我对日本共参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。

这个万事，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社会，包括地区，包括世界，包括污丢，你的家和世界和平啊，污丢和谐你看这个关系偌大。若和和你若不和呢？你不和呢，就破坏污丢和谐咯，罪名大咯。 破坏世界和平，啥人啊有这个意识呢？啥人这款代志呢？这款代是真的啊，一点啊都不假啊。所以，好难想到，我的地藏经上讲呀，严普提众生。 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啊！真正的，什么罪？咧？破坏社会安定，破坏世界和平，这都是罪啊！这罪大咯，每一个人拢咧做啊，但是家己一点都毋知影。 中国国人个五项功，地价门前争多多啊！所以讲，大师一生不敢让替多，不被修出家替多地主。为什么呢？你该替一个就上一个去地家去了，替两个就上两个去地价去了。 伊袂当无对地格啊！啊，你讲为虾米呢？伊啊破和合经啊，伊破坏佛教形象啊，这个罪名就是阿鼻地格啊，做事不临心吗、啊？ 那是注意的门工，那也安尼讲呢？啊，咱就爱细心去思维观察，你會出街剃头，就是都像我讲的啊。你三规有做到无？唔免讲什么菩萨戒咯，比丘戒。 咱就会问讲，我该你做教不？三米十界汝有做教不？我该十界啊，二十四门威仪你拢无做教，你也、啊、是不是破坏佛教形象呢？破坏佛教形象啊，著、就是破坏经啊。 在经内面的结罪，大家拢有看着就知影咯。破坏整的罪啊，是阿鼻地狱啊！上师咧，你若是个深入去观察？你对三宝不敬，无尊重，有名无实啦。每讲。 你要、啊、是居心动念，拢是没瞎念，拢是自私自利，拢是贪嗔痴慢，你不得了哦！日常生活当中随意去批评人，这是最大的过失。 无论你每工上京拜佛，受迄点仔福，迄点仔仙，全部对嘴里去流出去咯。老实咯，安、啊、怎对口个老实咧？随便去批评别人。 讲是非批评人，这是最大诶故事啦。人毋知影尊敬人，毋知影去赞叹人，毋知影去礼敬人，也你逐工拢咧制做是非啊，就是咧制做冲突啊，世界冲突。 是要安怎会当化解？但工业破坏和平啊，破坏和谐啊！你看现在的真正做诶，即个出家人心量真小，未当包容啊。专门看别人诶毛病，看未着自己诶毛病啊。中国古,古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诶好，愈想愈有道理。 讲什么话呢？来，共是会家便是是非人呐。这个话讲啊，真好啊！爱挑拨是非，即著是是非人、啊。是非诶，人著是来制造社会动乱。 都是啊，伫咧破坏世界和平啊！你讲这个面哪会用你嘞？所以学好要真正学啊，唔通从假啊！啊，你真正学，你真正有功德啊！

所以，经商迄个先例啊，咱来特别的重视。上仙啊，上仙著、就是敬业三好，完满做够，迄，是相当无容易啊。上仙头一个啊、就是，著是发菩提心。迄，是什么人呢？ 发心菩萨啦、啊。菩提心一个发，就超越心法界，那超越六道，超越是发界。菩提心是真心，发心位菩萨。 高高错主，别高错低。菩提心是甚么呢？咱啊，这几年来讲啊真简单，讲啊真明白啊。菩提心是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定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 经论上拢讲三心，我讲五心。其实咧，五心甲三心是共一个意思。真心是菩提心之体啊，后面啊四也是,是菩提心的起用啊，有体有用。 清净平等正觉是朱秀勇啊！经论上的名字啊，拢叫做“清心啊。即、这个“清心噶听无，所以咱啊用即个三个名词，即三个名词著是啊无量寿经的经题顶面的。即、这个经题顶面啊有清净平等觉。 如受用啊，这亲心嘛、啊，主卑心嘛、啊、是他受用啊。啊，咱今啊哩颠倒病咯。啊，咱是自卑对家己啊，无用自卑对别人啊，对别人是无主卑啊，对家己是真自卑啊。 禅心呢，禅心完全无咯。这个啊，是清蒸平等觉，完全无咯。啊，清蒸平等觉都是啊，觉清蒸。所以三号最后一条啊，事骨 有自性，有化他。头一个是发心，起心动念决定甲清净平等甲相应。啊，你的菩提心真正发出来了，托向大乘，这是助你，坚信。 因固啊！即、这个亲信毋是讲普通诶，因固，这是讲念佛是因，行佛是果啊。对即个亲信不疑啊！心是核心，愿是核心，行是核心。 言是无言，那也讲未生活的道理呢？所以这一生决定生活，啊！在花园来面，现在东主就敢做出上盖好榜样。 后面还有一句“患尽行者”，这句是躲他。你家看，这个“敬业三福”啊，这个十一句啊，头前十句啊，拢是助力。最后一句是离他，这个意思真深嘛，就是讲你家己无得到助力啊，你就无办法离他。 为什么呢？那马会向这刚经说话咯？把讲讲给别人听，别人怎样呢？别人不信呐、啊。为什么不信呢？刚经嘅人刚己都无做搞啊。 所以别人听到拢毋头，出去了后想法咪摇头，为什么呢？听的时阵无错，出去奈摇头，诶、欸，伊嗰咧骗我咯！你看，伊叫我做，伊家己又做袂到，所以无人相信啦、啊。为什么？诸佛如来在大菩萨讲经，人会相信，伊做够咯。 大家不会通讲啊！即件代志自古以来，世间诶行业，恁若选择行业做多一行业较好咧？甲你讲，说出世间诶行业，做老师诶行业是最伟大。 都是江苏教学，江苏教学这个行业超有年的啊！这个医生无一定讲有福报，教做教一世人，艰苦一世人，但是有好无穷啊！你家看的中国孔子。 孔子是到啊最后，逼家不得已啊，登基教学，只教五年诶。登基处理江苏教学的时阵啊，伊老大人啊，六十八岁咯，伊活到七十三岁。 所以只有五年啊！啊，你家看，伊死了后，伫全中国每一个县市拢家起一个孔庙，啊，一个不得了咯！拄一个皇帝，咱敢会比呢？伫中国人来讲，无论从事都一行业，著、就是讲即个皇帝也无办法敢会比啊！你家看有偌侪人尊敬伊？ 对于这个、所在，就当贴会教育的工作不得了，这德、个、太多了。孔子那讲有这大德，伊老大人所改全部拢做够了，啊，做够然后则教人，人相信啦、啊。做未够甲人讲，别人拢不相信。 即道理，咱一定爱捌啦。所以，连年轻的法师发心啊，要将来要恭敬说法啦、这个，先从经教内底所讲的，拢总做够。譬如你讲即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家己是毋是有善的标准呢？若讲正业三好一条都拢做无够。 你啊，《金刚经》当年人未相信啊。啊，一定爱家去做到。既然发《心经》，至少嘛，都爱啊做够两条啊。修持三规，古教众戒，啊，至少爱做够这两条。 你啊，才下当感化众生啊！两条做为教是袂用的啊，三条拢做教，一个才是一个方法标准的法师。你三条拢做教啊！ 一个经常讲了，六一生六同生，一、这个当中招了一个现在往生的，讲一个已经往生的，这是。 东来往生，将来往生，讲到过去，讲到未来，这现在自然包括在其中了。该协助正定，之主一句外重要咯。 咱想看卖，咱啊，现在是毋是住在正定之珠咧？黄念祖居士》伫啊即段注解内面讲，伊讲即段经文是即个米《弥陀》第二十九住正定志愿，伊记第二十二。 令圣正教观之成就。伊后面几句话讲得真好，处世为弥陀传播本怀之重心嘛。 传播本怀的功养啊，无量妙行之胜果，地悲方便之结集，大圣大愿之究竟，这几句话讲得真好。 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佛释迦牟尼佛赞叹为“空中之尊，佛中之王”呢？理由啊，就是这地所讲的。英文那边，这正定之主。 伊啊，讲了三种：正定、邪定、不定。珠啊，就是瑞珠。这三种的讲法，在《小乘经论》内面啊，拢有。古代这个解释真多啊。 这些是啊，因人、因时、因事而异，这个正是佛在大经顶面所讲的啊。佛没有定法可说，佛说法重要是克己克理。 正定老居士在注界内面就引了真多经论，互咱看着古代的即个不共的公法啦、啊。大圣，伊举即个小行。 古下论来面讲的，错过以上的性质叫做正定住，做五不干业者，这叫做下定住，其他叫做不定住啊。这是小行讲的。 讲下真有道理啊！诶、啊，呀，咱家己哎呀，细心思维反省啊，以小行的标准，所可殊途完，小行成为圣者。 已经立新流了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立流啊，立新林之流啊。伊真、啊、有立咧，伊将三界八十八品见血断金。哇，一句话讲，那那一般凡夫，那即个思想错误。 见解也错误了，见解是看法，思想是想法。咱对一切人事物对有正确误丢，咱的想法看法全部拢错了。家己毋承认啊，家己总认为讲家己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，这是足危险的咯。所以啊，或者。 警告内面告多难，你伫个阿弥正着阿罗汉的进程，你也唔通相信家己诶想法看法。正着阿罗汉啊，即叫做敬界。 正确的意思就是，讲，理的想法啦、看法啦，无错误。无错误的标准是啥物呢？标准是绝对，袂对，三木多，绝对,對六，袂对，两多。 你袂堆在六道内底，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咯。啊，由此、啊、知影，伫六道内面这心，这众生都是你诶想法看法错咯。你啊，这会去六道轮回啊，生生世世永远袂当超越啦，都、就是你诶思想境界错误咯。 你现在也未坚持你家己诶思想境界是正确诶，那就完咯。啊，你永远无出头诶日子啊，这真正可怕咯。像怎样呢？只有佛怎样？菩萨怎样？啊，咱今仔日明了是佛菩萨甲咱讲诶啊。 咱遮个明白过来咯，明白过来要安怎？绝对爱将家己的想法、看法放下，放下要安怎呢？依靠佛经。哇，即句话讲了几十年咯，经论政治见盖了。概率 正行为啊，这是三宗经典对咱的好处，这都、就是依是一个标准，咱的行为一律律宗一戒律都未错了，咱的思想境界以经论。 噶经纶相应，咱知影，咱个想法看法是正确个。噶经纶相违背，哎，就就爱提高境界，我个想法看法错了，错爱放下，爱依佛菩萨个教诲都无错，因为今仔日无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个就容易咯。 迄就那依家己诶啊，无明心见性，迄就爱伊经论，经论所讲诶啊，著、就是家己诶性德。佛菩萨一个对经论内底流露出来言语教诲，也是自性性德诶流露。 啊！诸佛菩萨圣德，甲咱家己诶圣德无离无别啊！啊所以咱家己虽然无明心见性，诶、啊，咱用佛菩萨诶教诲就定有是啊，明心见性。伫这内面最重要，对经论还有真正诶信心。 经论是咱祖先智慧，这灵上好的流露啊，不是八行米家呀。幸福无非都是心性的利益啊。 梳头环，头一个不心见，这是头一个难关呐、啊。每个在执着心是我，但是遇到凡夫，多一个人不是执着心是我呢？哪能执 有改天执着，先改天嘛执着，无先改天，经常讲啊，真正详细，伊啊，无现实啊，伊有无表示啊，伊啊是有色相啊。 啊，什么叫做无标识？啊，咱用现在科学内面讲的话，标识啊是物质啦，伊的色唔是物质啦，毋是物质，呀、啊，咱就该称作无色。伊确实是有色，伊迄个色毋是物质。 呀，你若讲这個意思？我听无啊。其实，如果咱坐伫这所在，想一个人，你也、啊、想伊，伊迄个形象是毋是你真清楚？你也、啊、家己清楚，坐伫你边啊人看袂着啊。甲你讲，即个色著是无标识啊。 啊，对这对，咱就得种体会，确实是有啊。但是呢，不但别人看袂到，家己目睭也看袂到啊。所以无色界天人，唔是完全无色啊，是佛菩萨会当看到。 但绿道内面反复是看袂到，所以伊也是有执着啊，还无放下，因此伊袂当出三界六道，都是这个道理啊。什么时阵真正给我过来咯？这个心呐、啊。 是我所有，毋是我，即、这个见解就正确咯。心是我所有诶，亲像啥共款？下心修心呐、啊，一点啊痛苦都拢无。啊，咱诶啥垃圾咯，真欢喜赶紧扔掉换一领新诶。那有啥物痛苦咧？你看人诶生死偌痛苦，迄是难分难舍。 唔知啊，讲这件衫唔是家己的。我认为讲将衫当作家、哎、这个衫脱起都来就买命，哎，就不得了,了所以世间人啊，未晓就亲像即款的啊。所以咧，我这根相公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浮梦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！ 你也会当啊做律师官，也见解就正确了，就无错误。所以朱德环见解正确，但是思想抑还是有问题，所以也袂当出六道轮回。虽然袂当出六道轮回，我哋经常讲咯，伊决定袂对三么多。 由此知影，对什么多？第一个原因是什物呢？错误的境界。对什么多？啊，咱若无想要对什么多，咱一定爱从境界转起来，境界啦，然后再进一步。 都是正思维啊，正见不对三恶道，正思维不对六道轮回，超越六道咯。正思维啊，那就是正阿罗汉果咯。这个苏格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啊，所以讲这个呃、欸、修行。 超过以上啊，这叫正定珠，也标准是不对什么多啊。什么是下定珠呢？做十五业、十哦最业的人，这是下定珠。为什么呢？规定对什么多？其他。 可以起可落啊，所以叫做不定，叫做不定珠。在行当中，在《地藏论》内面所讲的，正定定珠是比例涅槃，也一个标准的大般涅槃。 安立盘是菩萨所敬，究竟而故位。不过啊，你办的盘就成佛了，挂定成佛，这叫做净定住必定对奥多。 这个屋道是指三么道？我定对屋道，即叫做下定珠，其他嘞叫不定。亚底些所在，咱来注重即个定，注重的这里定是坚固而执着。 现在世间有一种人，唔相信因果，唔相信讲有轮回，伊也执着，人只有一世，你家己做甚么，你尽管去做，绝对无来世，绝对无轮回，这个、啊叫做下定注。 换句话讲，业见多，决定在什么都因果轮回。绝对唔是讲信都有，唔信都无咧，无这款代志啊！你信你一有，你唔信你一阿个是无？这唔是你信不信的代志。 宇宙之间啊，有只个思想啊，啊，这个现象对他们来呢，有管它真好啊，是对你个梦想分别执着来对变现出来啊。 为识所变呐、啊，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啊，是即个物件表现出来啊。啊，正定呢，就是你心安住在正理安住在诸法是相。

范围真宽，真大啊！大型教来宾讲的，标准一定是立办的盘，立办的盘就叫做正定。即啊，咱就知影讲，修一切法内面，修多一种法，下当正大办的盘，一定是大型 修行只会当啊，证到阿罗汉，啊未当生菩萨，未当成佛啊。所以修行伫大乘内面，就是属于不定珠，伊毋是下定，伊是不定珠啊。大乘则是正定。 也伫大雄内面，有真侪讲法，是下定 积信偷情啊！当然是讲这个信佛的人，无信佛就唔免讲咯，无学佛也免讲。怎样叫积信之情？信了佛，是你阿爸啊，正教错信微，这都是积信之情。也难知呀，原告诶，初信微。 定无输脱完，嘛是短三界八十八品建议，你啊，这种到初信位啊，你袂当啊种到初信位。 评论上讲的啊，这是《舍定珠》这个话讲了无错啊，就是讲你的修行，不如理不如法啊！你对于佛菩萨的教义，无真正会当啊理解。 啊，虾米叫做正定珠？正定珠伊讲开真好，习珠、习平、习飞扬、习德，就是正定珠。 你习性微咧，习性微叫不定住，而且讲了毛道理啊，习性破散啦，伊啊进进退退啊，所以啊伊不定啊，到习住诶，就定了，习住是渐性，明心渐性，啊，这个公法咧是。 讲了真好，咱下当啊体会到即个意思，啊，其他真侪讲法呢，做同学下当加起去做参考，重点演技。 正定住，我定成佛。即、啊这个也是世尊伫即个里面进行啊，咱世依法里面的一条，以了义不义不了义。 了义啊，都、就是正定珠；不了义，都是不定珠。写定珠，话讲了无共款，意思是共款的。伫咱即个摩诃时期，亲像咱即款的根性，什么是正定珠？咱去仔里可以做到的？一心。 念佛，修心净土，性愿行永远不提。性愿行永远袂受外面的干扰。你的心是定的，你就立正定住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往生的人一生决定成佛。 这就是正定珠啊！所以真正发心、念佛、往生的人，如何好怜吗？良田善心不有，狼唔知呀你呀、啊，鬼神知呀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心，这个发，我常讲。 啊，即、这个也是经常讲的，境随心转啊。心一个法，你的相就变了，变做佛相啊，你的身体体质也、啊、变了，变做佛心了、啊，即、这个相甲心拢互讲。咱啊中国人，我咧讲根讲气啊。 啊，炼气功诶，讲看气，外国人讲主场，即、这个佛法啊叫做功，但一般人看袂着，佛菩萨看会着，鬼神看会着，所以心这个换啊，就就变了。 你那是一个退心，退心就无咯，你的光就无咯，你的心也动摇了，你的光的大小也、啊、变咯、啊，颜色也、啊、变咯、啊，永远不变不退，这叫做静定珠啊。 所以，正宗经论内底所讲的，你家看买有一生现在生的，将来应当生的，该写属正定之主。啊，龙中是属正定之。所以。 修净土的人，关管是大乘、小乘，啊，也无关你修行的功夫的层次，啊，也者是功夫精片的、随心不乱的、离心不乱的，拢会使免问。 啊！只要有坚定的信念，這個、就是比什么都较重要。老爷大师伫妖怪内面甲咱讲：是不是往生？我定在信愿之有无。你是不是真信呢？你是不是真正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去？ 印度大师教咱的，这个法门，一切哎，对，真实心中做。只要你是真实心，你就决定有成就。袂当讲有丝毫副给啊！什么是副给呢？参杂着杂念的来对。 野心无纯啊，劫责，劫责是啊，修正土严重的伤害。那、嗯、讲这话袂当劫责，何话嘛袂当劫责 啊！恁大家听我讲《华严经》我，我逐工甲逐个讲四点钟。我甲诸位讲，讲进前，我毋知影。我无看过即本经，讲了后啊，也毋知影。 我毋知讲讲什么，我是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战讲出来咧，真正是毋知影。现在啊，有录像，有当时啊录像，我家己听看嘛，哎，讲啊未歹啊。所以啊。 一个讲经啊，诶，这件代志啊，真正是一门亲历啊，绝对唔通夹杂。你啊，入了这个境界了后啊，这真重要。啊，无要准备。啊，准备啊，只是讲看这个最重要的，经内面的字你唔通念错啊。 真个无办法啦，这一定要去查字典的啊。另外一个啊，就是啊，经的断路该搞起来。我准备只准备这两种，先你爱查字典，断路搞出来就会用的咯。 对爱专心，那讲定啊，找我讲花言，我将功夫啊、精力拢用在花言经经文的注疏顶面咯。这个念佛啊，就爱大汗差咯，迄就有伤害。这个道理爱捌啦、啊，那是讲夫了，这个境界。

啊，现在来讲，将家己练过的功夫破坏了，这一生袂当安心，这个啊伤害就太大太大了，无办法来弥补啊！啊，所以厉害的是啦，袂当讲唔知影。这今仔日讲教的是正定珠。 唔，连做了技术，应用高代节，共人接的世间一切善恶万夫、成和万历、先比国家，出不退过，使民正定，恶人亡生。 红星团内底袂少啊，古代英雄上界最恶是张献和。张献和嘅故事真侪人也、啊、拢知影，伊是一个刀客，一生。 杀牛做职业，即、這个行业无好啊！大讲杀牛啊，這一生毋知影杀偌侪牛啊。连冥中诶时阵，伊看着啊，真侪即个牛头诶人啊，要来甲讨命。伊大声话讲，看着真侪牛头诶人要来讨命。 所以啊，这都是啊，你老师讲的啊，伊运气好啊。伊临欲走的时阵，心体清楚，伊袂畏怯。拄在大坏的时阵，看到乌头的人要来讨命，拄啊，好有一个出家的人对因兜门口行过去。呃，你看就好，伊听着咯，啊听着啊，即、这个出家人赶紧入来点一杯香啊，叫伊提咧赶紧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 伊就照办咯，伊就真正念阿弥陀佛，念几声了后，甲大家讲，牛头的人无去咯，阿弥陀佛来接我咯。即个著是临终一念十念往生啊，伊条件好啊，即个真正是千万人当中啊，难得有这款的一个啊，恶人往生啊。 临终得个上现前，这个骨头的人出现是得个上现前啊啊，也可以拄着上地学，佫会听话。绝对于无怀疑，无问讲为什么，为什么无问,问，马上就跟着念佛。即一念就将阿弥陀佛个念来咯。 这个都是成佛原理，宏行净土啊！这个四高西方极乐世界，万境三不退啊！这是咱来一记的啊，万境三不退。这尊一心。 刚经煞花三百五岁四十九年，从来都毋捌讲过即种话。完经三不退啊，你要知影通常讲完高初祖以上，净三不退，无讲完啊。《完经三不退是甚么个地位？

这下当勉强讲伊也是正着圆满咯。因为王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都、就是做极当罪业的人，只要伊下得胜，伊就是完成三不退啊。经常是安尼讲的啊，四十八愿也安尼讲的。 该做阿维瓦帝菩萨了，阿维瓦帝菩萨都是万劫三不退啊，所以啊，真、这个不得了了。即种私心的利益，千经万论来对拢找不啊。呀，咱这一生得到人心，也拄着佛法。 有难行啊！减轻、变减清激素，这个人，马是兴观再来啊。 伊技术性来多发种生，一共不量寿经都是中本发言。这话是一共呀，他早五念都一共，伊讲这个皮质清。 用现在话来讲啊，是高干子弟啊。伊老爸是乾隆皇帝兵部尚书啊，兵部尚书就是现在国防部长啊。啊，伊进朝后就科中进士，伊一生无做官，他昏了。 一生学佛，佛法内面成就了。无量寿经呢，都、就是啊中本的化验。所以莲迪大师注解《阿弥陀经》啊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、《弥陀经所钞》是莲迪大师著作的。 弥陀经疏钞内面啊，拢是华严教义啊。弥陀经那就较好了解啊，说、哎、钞啊不容易了解啊。所以啊，经中三经一论。 啊，是真正通达明了，黄岩真正是有帮助。发心供无量寿金供观无量寿佛经，阿弥陀金上好的当啊，将黄岩金所抄。 借念过一遍啊？为什么你也就会讲咯？那是大本的无量寿经。换句话讲，华严经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是无量寿经的细说。啊，借看过遍啊，对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仪经》庄严。 也你就真正有体会，呀咱修这个法门的人，爱看家己心修时间，那是讲有时间，未讲真无用，来读这个所《华严经》疏操对这个有帮助，呀对《经中经论》的亲入理解。 也有帮助好。好，今仔咱就讲到即地，哈。